赛前我也是觉得都没问题，但是游起来就总是另外一种感觉。我觉得前五十是挺正常的，前五十就是按照我的这个节奏吧去游的，但是后面这个五十就游得非常乱，自己能力方面肯定还是没问题的，我觉得可能就是面临比赛这个思想没有调整好吧，游完就是过去的抛掉，然后准备后面比赛，后面还有两百，还有接力，都是非常重要的项目。对两百有没有信心？我还是有信心的，就是肯定是尽最大努力去冲击的。